我是马桶嘞，马桶。老师，我非常努力耶，马桶嘞。每个马桶都是英雄啊！靠，这个月月可能不知道。哎、我是那个太深了啦。Love it how you love me electric like you do.好，我们现在几点了？几点？八点。八点半三十五。我们八点三十五来到这个地方是要做什么？我要接什么？你要接？不是我随便抛一个，你就可以抛噼里啪啦讲一大堆。他以为就这么这么方便的，他以为做节目这么方便。没，我看都这样啊。哦，好，再一次，我们接。好，来，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是要做什么呢？我怎么知道？问你啊。不是啊，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是要录什么？不是喊 slogan。不能只有我去过。刚刚有讲话吗？赞赞。好啦，反正我们今天就是那个，我们今天带大家跑东石这边的三个景点，这三个景点都我觉得非常厉害。其中有一个景点，其实很多人来过的，我不知道原来 Teddy 跟咪咪都来过，但我从来没有来过，因为我之前对，就是我们跟上支跟去小琉球片连在一起，我们这个还是 XS10。然后今天一样是二三跟五六两个镜头。我想问 Teddy，这个你会怎么拍啊？你知道我马上就要问你这个。真的？对啊。那你先告诉我吧。因为我是主持人。哦。真是谢老师。可以再帮我到那个转折的地方。我觉得要拍光节奏长啊，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我们不要让他看得出来像高跟鞋教堂，
然后呢，利用它那个蓝色的跟水面倒影，我觉得在这个地方有个角度，刚好有没有看到它那个一个缺口，然后让月站在这个地方。因为你可以帮我屁股往你的左边坐吗？对对对，这样坐。然后这一样，就是因为它在那个地方，我把它的身体范围就限缩在那个蓝色。很好，很好，很好看，我觉得。好了，月帮我站起来好了。因为它后面有卡一个音响哦，因为它的外套是黑色，跟那个音响有点太重合了，所以，好，可以 ，perfect， 稳的啦，没问题的，有点开机了。然后在那个高跟鞋教堂旁边啊，它有一个这叫什么波子间还是什么的，然后这里面呢，你可以看到它里面就是都是那个木头的，有点像弱建筑那种感觉的构造。然后当你今天用这种有翻转萤幕的相机啊。你就可以试着用低角度，因为它上面的那个木头结构很有趣，你就可以这样子。然后你可以试着用广角端贴着那个建筑物，让它下面的这些木头线条变成一个延伸线，带着那个就是东西上去。然后你可以把对焦点放在上面，然后可以拍出一些比较几何的感觉。然后可能修个黑白或什么的。然后单纯这些木头交叠的话，也可以。就是抓一下不同的构图的感觉，我觉得在这里面呢、啊，因为它有一些曲面，用广角拍摄，张力性会很强，效果会蛮好的。那大家看看照片哦、喔，可以参考看看。不是这个是你擅长的，这是我擅长的。咪咪，你借我。它这个地方啊，它这个地方因为有这样缝隙嘛，很适合塞一个人在这里。那我们就塞一个人，然后。一样用广角，然后边缘就切到那个木头的边缘，然后让。如果这时候有点阳光的话，我觉得可能会有些光影。可是我们今天天气就很烂，超烂。哦，昨天看了就是。昨天说到大致晴朗。大致晴朗，然后我们就没有晴朗。还是我们频道的惯例。对，所以就没有晴朗。所以我们虽然已经看了好天气，但它依然不晴朗，我们就只好认。那这时候我依然用广角去，咪咪帮我站正面好了。直接填满那个洞口。因为我们要撤退了，所以我们来给这个点一个评分吧。好，首先是拍摄的分数，拍摄的分数，如果满分是十分的话，我给他的分数就是这样。这样是怎样？那另外一个是来玩的分数嘛？对。如果来玩的分数满分也是十分的话，我给他分数是，哇。懂了，好，那个，如果观众看得懂的话，请再帮我在下面留言，谢谢。嗯，行，走。我是，嗨，从进来到离开是停车场，还是只有我们一台车？
这样子不是很好吗？这样就是我们，你、如果今天来这边，平日来这边的话，停车很方便，绝对不会没有位置。但是听说假日人很多啦。我们现在要介绍一下这边，这边是那个在东石附近的寿岛。然后呢，如果你在导航上搜寻，我看一下哦，我是打什么点？打那个白水湖寿岛，寿就是长寿的寿。等一下，那个 Teddy 可以 take 一下旁边那个牌子。然后这个地方呢，进来之后呢，路其实没有很好走，所以呢，我们是停在这个转角这个 T 字路口。然后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就是这个位置。然后来这边就可以看到很多那种比较可能是以前就是也是养殖用养殖户的一些堆放器具的那种类似仓库感觉的房子。然后这边整片因为地势比较低的关系，然后水都会漫进来，然后它就形成一个很特殊的景观。然后我们来了一下之后，觉得这个地方真的超级好拍的。然后如果你要拍人像或者拍点风景的话，这边非常的推荐。可以看到那个已经沉没在那个，这里在那个 Google Map 上面有一个马桶，我们今天的目标就是找到那颗马桶。不能只有我去过，不能只有我去过，要下去找那颗马桶。Go。老师我穿凉鞋又穿袜子，怎么？然后我就再走了20分钟。对，那、结果还马桶嘞。你现在是在抱怨吗？不是啊，在寻找景点的过程中，本来就是要探索嘛。那这个大家推荐大家来这边的话，鞋子可能要穿好走一点，因为这个蛮软的，会陷下去。马桶嘞？马桶。老师我不想努力耶，马桶嘞？每个马桶都是英雄啊。这个月月可能不知道。笑死！老师，那个太深了啦，我不想走了。好，主看就在这里。主看在这里结束喽。老师，我们频道的宗旨是什么啊？我们频道宗旨就是那个冒险，冒险，屁啦！友情、努力、胜利，爱与和平。我们频道的宗旨不是景点下车就走得到吗？走到了，不是下车走到了吗？我们在景点之中啊。在这里待了好久，为什么我在这里不录那个一镜到底的街拍啊？有道理，你真的很聪明。对啊，那今天的，本来要带大家找马桶的，失败了，我找不到。如果有观众有知道传说中在寿湖这个地方的马桶在哪里的话，欢迎在下面给我一个明确的标示。我也不知道会不会再来了，可能会再来，但今天没找到。我一直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最前面那一块像废墟一个大户房子的地方，那里面就只有废墟而已。那你知道我一直把希望寄托在哪吗？寄托在哪里？寄托在你身上，所以派你走过去。反正我没有找到啦，可恶！可恶！我以为会找到的，可恶！好了，我承认我没有做很好功课，因为我一直心里想的就是我来到这边我应该就会看到了。但是我一来到这个地方，我就觉得其实我可能看不到，因为我觉得这里景色跟那个照片看起来有点没那么像。但是这里其实很漂亮，我觉得这里你就算是拍一些创作、拍一些人像、拍一些风景、拍一些甚至人文跟有一些我觉得特殊议题的东西，
是哎、欸，就绿色的铁。那我们走进来干嘛？对啊、我刚刚结尾录了要讲的那么感人的，结果也被切断了。算了，就这样吧。我都 OK 哦。我看到了啦，就在下车的地方啦。在哪里？那个吗？那个，那个，白色的。有时候绕路是为了寻找到更美的风景。老弟是不是想报仇？是不是想报那个香山那个青青草原？我们不要介意自己多走了多少路，要去问问自己，在多走的这些道路上又得到了些什么。每一个人生的片段都是人生重要的回忆跟礼物，我给了你满满的回忆跟礼物。不要客气 ，Teddy。对，Teddy。我们不要介意人生到底走了多少路，但是要看看同伴鞋都穿了些什么。是不是不用跑那个什么老远，好不好？就在这个 T 字路口旁边，你爬上这个堤防，哦，那边有个绿色铁皮的建筑，有没有？看到马桶了吧？这么简单到达的地方，它还有铺个路下去。我们要相信大家在找景点的时候，不会故意跑去那个很难的地方刁难大家。我们频道宗旨是什么？一下车景点就到，好不好？老师，我讲一个，老师，我讲一个认真的。你讲一个，就是我们刚才如果就断在那里，对，我们会被观众笑死。真的？他就在旁边。不会，说不定大家不知道。你看，大家身边没有月月啊，每个都跟我一样蠢，都过去了，好不好？我们需要一个聪明伶俐的大学生。那我们，我今天的薯条可以加大吗？开玩笑，你点两包没关系。财富自由。来，那个 Teddy， 你把你的 GoPro 交给你。不你要过去啊！你都这么辛苦来了，来去蹲一下。哎、欸，等一下，那台车问我说：“哦，那马桶在哪？”我一定指那地方。为什么？因为不能坐过去。